好，try try see 我。是否只眷恋光顾着别人，含着苦笑躺去问，明日是否拒绝我，自我感觉是微尘。部分说他关于胜利组的一生，难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曾，漫长如今还是近，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。如果不怕痛心，交不上恶运，若受挫跟他接吻，找一位说半句便能互理解的人，同追寻以磁场吸引，现今挣扎竞赛问谁下苦功更是狠？如果不够信心，找一个确幸，连力会将他接引，愿否出彩半空摘下来那吻？现实一分一点变做了更好的人，再不敢等，靠谁护荫？开心，站在薄冰，不安会意念落沉。幸运是中跨年的得分，于境界里完成我，不需怕世道残忍。如果不怕痛心，交不信恶运，若受挫跟他接吻，就一位说能互理解的人，同追寻以磁场吸引，现今挣扎竞赛问谁下苦功更是狠？如果不够信心，找一个确幸，念力会将他接引，愿否出在半空摘下来那吻？现实一分一点变做了更好，比较流行歌，所以我挑的是比较我想象中比较流行的一个配置。那因为还是有稍微比较摇滚一点的元素，那我这个 hi hat 是使用15寸的那个 Minor 什么Foundry Reserve 对的系列这个15寸的 hi hat。那 ride 的话是 extra dry 的 thin ride 20寸，因为我想要多一点颗粒感。然后 crash 的话就是正常的 Byzance 的 medium crash 16寸跟17寸，非常非常推荐，这个打流行非常非常好听。那因为流行，所以我大鼓，对，我就用 ash kit 嘛，那大鼓是20寸的，然后 tom tom 的话就是12寸，然后 floor tom 是16寸，那小鼓的话就是这一颗30颗限量的
我也不知道这颗叫什么了，反正大家常看到。对，还有831的贴纸，这个也是陪我征战831时期的小股。对，所以这是这一次的器材配置。好啦，哦对了，最后忘记说，大家记得帮我按赞，然后分享出去哈、哦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.